我的执念就是能顺就顺，但是妈妈年龄也逐渐的增大了，而且我们子宫上有一个瘢痕，对，执意去顺带来的这个风险和这个后果。程秋秋，因为你不真心，妈妈就决定要抛了。哎，你那么很不愿意嘛？我想我跟你说这损害，你就得说，只想享福不享福，是不？不跟人说嘛。我从来不愿意别人和我，说他和我更不行。我错啊，我对不起，是给你吼起来。我错啊，妈妈，走开点。天哪，小院子，在这孤眼山林啊！我这是 KTV 啊！哇，这么多麦！哇！哎，谁要是笑了，给我转500块。你随风飘扬的，飘扬。